身手金刚，那么勇敢，那么的坚强，身手金刚守护着我们，不再怕黑暗，青春生命拥抱着梦想，炙热的心自由的翱翔，宇宙角落隐藏着黑暗，需要团结勇敢的对抗，维护和平正义的伸张，难免遇上困难和沮丧，身手金刚不再怕艰难，冲出地球宇宙放光芒，用血肉之躯唤醒中国神兽，用中华之魂召唤身手金刚，吉林战斗，青龙战斗，白虎战斗，朱雀战斗，玄武战斗，神兽合体，无敌的神兽金刚，用血肉之躯唤醒中国神兽，用中华之魂召唤神兽金刚，神兽金刚那么勇敢，那么的坚强，神兽金刚守护着我们，不再怕黑暗，无敌神兽金刚。在许久的未来，野心勃勃的黑暗大地为了统治宇宙发动了战争，宇宙盟主北斗星王用爱和正义的力量终于打败了邪恶之魔黑暗大地，但是黑暗大地的爪牙蠢蠢欲动，不断破坏地球的和平，勇敢坚强地保卫着地球和平，守护人类的神兽金刚开始了他们的行动。你们看那边啊，我们来了，别怕！啊！谢谢你们了。不客气，你们赶紧离开这里，怪兽又要来了。哈哈哈！看到他们越痛苦，我们就越开心。快，我们赶快阻止他们。游乐场人很多，一旦情况恶化，后果将不堪设想啊！嘿，嘿，嘿，呀，啊！哈哈，来吧，小子！嘿，吃我一剑！呀，嘿，好，好，呀，嘿，小子，赏你一掌！啊，看我青龙激光剑！还有我，还有，留点给我。美衰贬义，美少女来了，大帅哥也来了。摆这两个怪物我们都要这么费力，看来怪物的力量是越来越强大了。是啊，看来我们真的需要胡博士之前提到的那第五名战士的力量。我们四个人的力量难道还真的不够吗？林聪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这次数学测试你又考了全校第一名。是啊，我们都好佩服你哦。可恨的数学，我为什么就学不好呢？林聪，你有空教教我方法啊。林聪在数学科目上的天分似乎连他自己也说不清，他就是觉得只要学习数学
他就会感到莫名的开心。又头疼了，最近总是头疼，然后心也就跟着跳动的厉害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小妹妹，你不用怕，让我来对付他吧。走开！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路上小心，赶紧回家吧。再见。哎呦！你是谁？你的死期到了！还不快滚！你们是谁？谢谢你们救了我。我们是神兽超人战队，专门打击地球上的邪恶力量，而你就是我们神兽超人战队的第五名队员。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你和我们一样，都拥有召唤神兽金刚的超人力量，保护地球的安危。赶紧加入我们吧，邪恶的力量又开始行动了，地球正处于危险中，我们要马上行动。啊，我还是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呢。你们五个都到齐了，现在就让我将你们一次全部消灭，受死吧。林聪，怪兽又出现了，拿出你的勇气和力量，我们一起来对付他们。我真的可以吗？我真的拥有神兽超人的力量吗？是的，这是你的变身器，赶紧戴在右手手腕，跟着我们一起做吧。青龙超人变身，嘿，白虎超人变身，朱雀超人变身。别以为多了一个帮手，我们就打不过你们。
我们也有帮手。嗯，孩子们，呼唤神兽吧，让他们来帮助你们。是谁的声音？让我们一起呼唤神兽出动吧。青龙金刚战斗。金刚战斗，朱雀金刚战斗，金刚战斗，麒麟金刚战斗，在神兽金刚神圣的力量与五位战士的勇气合而为一之后，一股足以与邪恶对抗的力量终于在地球上诞生了。还有更困难的任务在等待着他们，神兽金刚们，加油吧！神兽超人们找到传说中的第五位超人战士林聪，并把他带回长城科学院基地，周老师对他们进行了一番训练。黑暗大帝的手下铁面将军利用基因突变，制造出巨鳄机械兽攻打神兽金刚。神兽金刚能打败巨鳄机械兽吗？请看下集《巨鳄的骚乱》。